现在的时间是9:12。张个门，张那个脚。那门快快跳，还快点。好，那现在欢迎来到玲玲开箱去。我打完针，左手可能没办法动太多。好。你看，再拍一下。这个应该也是荧幕支架。哇，这看起来比较好，1200块，果然跟799有差。荧幕支架，1299。1290吧，跟电视一起在组装。没了，洗发精妈妈，刚刚的洗发精209，迟到，变109。Oh my god， 怎么那么重啊？拿起来。延长线，这个是延长线。吹风机，你家吹风机。这是驱霉吹风机，哇，好大只呢，比我们家那个。对，这个听说风力很强，可能输那个全的 Sonic 一点点而已。昨天帮你吹头发要多久？好像一分。2:40还2:50，对不对？那今天你再给妈妈擦头发，我们再来吹。看会吹多快，其实只差了1-2分钟吗？可是妹妹的头发比较长，妹妹比较需要。现在变就帮我按个赞，而且订阅我哦。然后呢，今天又没什么东西，对不对？对，对啊。接下来的支架跟电脑萤幕而已啊。我想。相片直接丢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还记得帮我吹头发呢。好，来宾一号，请到吹头发区。我不能抬起来。好。你1:50，等你原本你的头发就比姐姐还难吹，你头发比较多比较长，你来看一下姐姐的几分钟几秒好了，到底有没有差？到底真的有比较快吗？妹妹觉得吹头发有吹起来比较快吗？我就这样。可是感觉吹完后好像真的有比较柔顺。好，走。下一位。好了，昨天好像是2:50还是2:40？我们只要2分钟以内就算成功了。妹妹妹妹1:50。好，20。差不多了。1:40左右，所以变成2:20，差30秒而已。这吹风机有差吗？感觉没比较快，没有快多久啊。1111，迟到。没有，1111打93折，算一下，1111块乘以0.93储值的回馈。所以1033减掉100块迟到金，这个吹风机只要933块。好，喜欢我吹头发的记得又要找我了。这吹风机没有快多少。63找我。哎呦，哎呦，爸爸吹头。爸爸串摸去，要不然串到你了。好了，看也痛吗？有，好了。2:50，我那是30秒开始，所以还是2:20，所以速度上其实昨天吹跟今天吹没什么差别，我大概就是省了30秒而已。但是今天的比较湿哎、欸，
今天的头发比较湿。虽然骗人节订阅我，每天晚上六点都会出新的影片哦。那我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爱在分享。哦。